有断见思惑，不可以滞留在娑婆世界弘法利生。如果是已经断见思惑，已了生死者，断分段生死，见思惑就是阿罗汉了。已了生死得无生法忍的人，能够趁他因地发的大愿之轮，视现身在五浊恶世，上弘佛道，下化众生，度脱众生，有这个水平可以。这时候你证到无生法忍嘛，你是法身大士嘛，你来这个世间就有弘誓的盔甲嘛，如鹅鸭如水呀、不受水的这个它有个保护层呢、如果你没有断见思惑，你就一到水里去，你就是落汤鸡呀、这就是龙树菩萨在大智论里面也讲到，一个证得无生法忍的菩萨可以到这个世间弘法利生。如果没有证到无生法忍的，是在这个世间要弘法利众，无有是处，是不可能的。为什么呢？虽然你有这种出于智慧发的菩提愿，但是由于你没有断见思惑，没有断见思惑，你就离不开轮回哦。你就会有后有哦。那以后有的话，你一轮回，虽然由于你今世修行力量，在你下一辈子可能还能保点人身呢、到了第三世、第四世，那得不得人身都很难说的。那在得人身的这一世，虽然你有续世的修行的善根，也能弘法，但是你没有证人身无生法忍。你的这个烦恼还在啊，见惑思惑的种子还在啊，遇到了五欲六尘的这个境呢、这不好的缘呢、难免你的阿赖耶识的情种啊就会起现行啊。那你的烦恼一来，焦奢心一动，心念沉静呢、那就迷惑颠倒了。一随着这个境界一迷的话，那刚才讲这个六尘的境界对你的凡夫吸引力很大，诱惑力很大呀，没有几个能挡得住的。你在这里这种境界一现前，你的迷惑的情种现前，你能当下觉悟的人，那一万个人里面难得一二呀。那随着这样的诱惑的境界，说你是度众生，最后被众生度走了啊！你在这个五欲六尘的沼泽地带，自己都拔不出来了，自己都在三界六道永远的在三恶道里面沉沦了啊！所以你在这个世间虽然有点修行的这样的功夫，但是见识后没有断啊，最后下三恶道的人占的比例很高啊。那这桩事情是佛菩萨呀，大善之师，那是看得很清楚的。所以为了这样的事情故，就令一切修行人赶紧往生到极乐世界。那到了极乐世界，你就能够见阿弥陀佛，就能够得阿毗跋致，就能闻种种的大乘的佛法，就能快速的证到无生法忍。这时候你就可以这个到娑婆世界了。到娑婆世界来度众生，仍然还是要衬托阿弥陀佛慈悲光明愿力的加披，以及自己在因地就往生前发的愿轮，再回入娑婆堪忍的世界。五浊恶世啊，这个世界是火灾充满啊，水深火热啊，你们有一个证无生法忍的水平呢、那是很难的。
就好像你开了一艘破船，还没有到中间，还没有接近那个溺水的人，你这个自己的船也沉了。或者你觉得那个要救的人在水里，你自己都不会游泳，你就自己扑通一下跳下去啊，那个即将落水就要淹死，一看你过来了，把你的两手一抓，你也动不了啊。这个本来只是死一个，结果还找了个垫底的啊。所以这种情况所以证无生法忍，回度娑婆，度脱众生，这里才能有进无退啊，不会退转呐，这很重要啊。如果你好不容易到西方，到西方极乐世界，阿弥陀佛给我们愿意保证，你只要到了西方极乐世界，再过来你不会下三恶道啊，这是第一愿给我们的保证，有进无退。而且你发了大悲心到这个世间来度众生，修菩萨六度，那是难能可贵，在这里修行一日一夜，胜过西方极乐世界修行百年呐！这样就有修行上自利利他的德啊，就不会有自误误他啊，这个全都溺水而死的这种事。你没有断见思惑，你还是业力凡夫一个，你就发愿在这里弘法利身，这是无有是处的。虽然其他的宗派都是这么倡导，但是对于净土法门来说是断断不许可的。所以这一世就是念佛行人的最后一次了，不能再轮回了，你再过来就是法身大士啊，这个道家慈航的回来了，不能在这里不断的辗转的流浪了，旅行了。